內地人氣劇集《燃氣攻略》的演員吳謹賢、許凱和蘇青現身馬鞍山商場，同一班觀眾慶中秋。三位一出場，即刻惹嚟轟動。他們仲先以廣東話自我介紹，和祝大家中秋節快樂。大家好，我是吳謹賢，大家中秋節快樂。長得好好啊，我們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許凱。苏青，中秋节快乐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我爱你哋，我爱你哋。在活动上仲抽咗六位幸运观众上台同三位玩游戏，吴谨言仲喂 fans 食汤圆添。之后许凯又大爆拍剧嘅时候，成日听到苏青同埋吴谨言喺度唱歌，苏青即时清唱几句，之后许凯同吴谨言都一齐合唱咗几句。最后三位在台上逗留了几分钟，不停摆 pose 给观众影相，吴谨言就拍心心，许凯还送了飞吻。活动完结之后，几位就回酒店休息，落车的时候还任影不溜，真是 nice 到爆啊。